超过百名柔佛古庙志工以及善信组成的洗阶队伍，今早浩浩荡荡地展开洗阶仪式，带着柔佛古庙圣驾出游的旗子以及回避肃静的牌匾，一路上鸣鼓、撒米、盐以及茶叶，并使用柚子叶泼洒圣水，寓意去除晦气以及驱走不祥物，为众神出銮以及夜游活动暖身。游街队伍今早11点在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拿督寺里镇金财的带领下，从柔佛古庙出发，在交警和志愿警卫团的协助开路护航下，一路步行到一心路行宫。今年的柔佛古庙游行盛事在昨晚的亮灯仪式后正式拉开序幕，柔佛古庙的5尊神明将在星期4出銮，移驾行宫，并在星期5展开夜游。